大家好，欢迎关注小文汽车。布加迪、法拉利或者是帕加尼等千万的豪车，是我们很多人这辈子可望而不可及的。而柯尼塞格的售价也不便宜，随便一辆车也是要上千万的价格。最近有辆柯尼塞格在车管所就出事了，2600万豪车去车管所上牌，工作人员一脚油门下去，豪车当场报废。车主花1100万元买来二手柯尼塞格超级跑车，打算开去车管所上牌时，车就报废了。据悉，车管所的工作人员在检查尾气时踩油门过猛，没有用电扇给其降温，然后致使了这么一场意外。随后车主看到这一幕后，立刻拿起灭火器进行灭火，将工作人员告上法庭要求赔偿。而这辆跑车如今已经退出了大陆市场，要想修理就必须到最近的香港修理。最后判定车管所人员负全责，承担车主的一些损失。工作人员听完结果后也是欲哭无泪，这事儿总算是给这些工作人员长点记性，不要总拿别人的车不当回事儿。检测的时候使劲折腾，如今后悔都来不及了。对此大家有什么建议或者看法，请在下方留言评论。想了解更多汽车知识，别忘点下关注。